哎，发现外面还有一层窗帘，这什么操作？你敢信？你敢信？家人们，家人们，绝了，绝了！这个酒店呢，我住了两天，然后我今天要退房了。哎，这个窗帘我从来没打开过，我刚刚就是心血来潮想打开看一下，然后发生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啊，家人们，我第一次碰到这事儿，可能是我没见过世面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一拉开就很黑，谁？现在是早上，难道是天没亮？我想应该也不可能吧。然后把窗帘打开，哎，发现外面还有一层窗帘，这什么操作？你敢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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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是我房间窗户外面，这是什么会议室吗？啊？